做的做的睡着了。你看你看你看，嗯，我们嗯，睡着。回复了回复了。你看，奶奶抱了，嗯，奶奶抱，坐着坐着睡着去，这个动作笑死人了。奶奶抱去了。来吧，给蛋还给你哦。嗯。哎呦，好香。好的。哎呀，给蛋给我吃。刚才又有粉丝来找我要腐乳了，哎，你帮他打包放在哪里啊？我放在那旁边了。哦，是这一袋是吧？等一下他就拿走了。看一下，好冷，今天在这里摆摊烤红薯吃。看一下，红薯，好，带了这个红薯过来，还带了甘蔗来烤。看一下，那么冷的天，这红薯好吃哦。有炭烤的，是今天没什么人，今天人少一点，正下雨。嗯，这个红薯好香。好吧，真的是刚吃了粽子，下熟了。哦，好香，出胶皮了，我要吃锅巴，好香哦，这个粽子哦，这个是大肉粽哦。看一下，我刚剥了一点，哦。好香，一个人一半好不好？第一次吧。看一下，哦，好香，这一层锅巴，看一下，哦哟，这个肉粽，嗯，好香。老公，你吃不吃？我不要。嗯，好香。我刚吃饱了。真的太香了。嗯，好香。锅巴又不要吃啊。这个黑的我都想吃掉。锅巴不要吃了。给我混合呀，找张翔嘛。哦，可以。和我找翔啊。哦，我把你赏金了嘞，你看。啊，赏金了。赏金了。我粉丝来找我要腐乳了，然后跟他拍张照啊。我也要跟乐雅拍个照。哦，我们拍一个照，拿你手机拍啊。哦，好的。然后在那边拍一张。把心相念，无语落空尽。发现原来花开都有声音，在我生命途径，在不知光之中如雨。谢谢你来帮我要腐乳，好，好的，谢谢你，慢走啊，拜拜。这粉丝去从桂林开专程开车下来要腐乳来看我，哎呦，真的是风雨无阻啊！很意思，我吃了我吃了八个红薯啦，不吃不吃，喝水哈。口味不一样，这个是萝卜心，这个是也差不多，这个是干辣椒，这个是生辣椒，差不多的，都是酸甜酸甜。这个是青萝卜。这个是紫萝卜也好。对。这个是蜂窝，3块钱一块，可以，这个可以帮你，我另外拿一个袋子装啊。那个一样的袋，一样的价钱，这个是香辣味，不是很咸，很合适的香辣，可以的，凉拌。还有油，也是一样的价值。
毛了，今天在飞机场摆摊，桂林广西，我们广西桂林，飞机场哈，两江飞机场，现在是5点钟，我跟我老公收摊了，太冷了，真的好冷，我这个酸他们吃的都说很好吃，还有这一点我把它给装好来哦，他们都说很开胃，我的酸，天气热更加好卖，收摊收摊，太冷了，我明天不想来了，好冷。明天不想来了，明天星期一我不想来了，太冷了，我在这里烤火。小车都变货车了，这样子搞的，看一下，你要搞脏这个车子嘞，不好笑了。我来搬，我老公装，搬给他装。哎呀，所以我们后面收摊了，个个都走完了，游客做生意的通通走完，我们是最后一个。朋友们，回家了，这个垃圾也捡了哈，这个火也灭了，好了，开车回家。今天下关风吹呀吹，吹不干千年的洱海。我遇见你的那一年，世上才有风花雪月。十里香上观花开呀开，开不完相思的缠绵。我相信最美的情缘，不在天上在人间。那很高那一天，风停了花谢了。很高那一天，雪化了雨落了，我就化作